新鸿基嘅屋仔居然大减价，我有冇睇错？你脑子进水啦？你咋知道的？呢度就云海，呢度就高座，呢度就一排屋仔，咁就落去睇下。马鞍山到乌溪沙的南海别墅好罕有，而位于耀沙路九号的云海就收卖了67间别墅，屋苑好大，由新鸿基发展，之前就主力卖内园的屋仔，由20000卖到27000几的尺价，而向海的洋房最贵卖到去33000的尺价，而今时今日发展商现时的意向尺价讲紧都是25000元向海的。購買付款的折扣大概23000有找，對比高位便宜了1/3的價錢，真是好難的。須知道其他發展商用來劈價的盤，一就是不走腳，二來就有排起，好像新鸿基拿這些高級豪宅出來減價呢，就真的很少見，證明發展商很想出貨。而在富富辦法那裡，發展商都提供一案和二案，變相來說都方便了買家上車，成5000萬的樓都不叫上車了，應該叫做幫大家換大屋。整個樓盤我看過3次，整體來說真的很 grand 的，配合新鸿基的品牌，再加烏溪沙的靚景，全新的屋仔，3年的保養，拍賣全港的屋仔去比，20000多少少的尺價，真的好抵買。今天的分享就是這麼多，多謝大家同我一路睇樓，我們下期見，拜拜。